OK， 好，我们上次有讲哦，我们在复变里面呢、啊，我们先定义什么叫做复数，有一定一个空间叫做 Z 空间，然后呢，它上面的点呢都是用复数来表示，也就是我们会用两个实数 X 跟 Y 分别表达这个复数的实数部以及虚数部，因此就相当于说我们可以画一个空间呢，这个空间就是由 X 跟 Y 来组成的 ，X。就是 Z 的实数轴，对不对 ？Y 就是 Z 的虚数轴，或者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用类似，比如说这一点呢就是 X Y， 你可以用 R 跟 Theta 来表示，所以 Z 呢事实上也可以变成 R 什么东西 ，cosine Theta 等 R sin Theta。OK， 假设我们讲到一个函数。f of z 这个函数呢，它就是一个什么 w 空间，那我们可以将这个函数啊表达成，经过演算之后你会发现它可以写成 u 再加上 i v， 那 u 是什么变数呢？当然就里面 x 跟 y 的变数， v 呢也是 x 跟 y 的变数。那么在这个状态下面，就相当于说我们可以在这边画一条线呢，就是横坐标用 U 来表示，纵坐标呢用 V 来表示的一个空间。OK， 那这两个有什么关系？这两个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就好像我们在一般的实数的这空间里面非常相像。假设呢，我们画一个 X 坐标，画一个 Y 坐标，这个是个平面，对不对？然后我们在上面每一个地方，比如说好了，有几个地方，那这一条路线上面我们画几个点，它对应起来了，可能会形成了一个，比如这个地方对应到一个函数，这个地方对应到一个特别的，这个地方对应到一个，这个地方又对应到一个，这个地方对应到一个，那就相当于我们这边有个函数 f z， OK， 那下面就是个路径 c， 那我们就可以说，哎，我怎么都把它对应成一样哈，重画，我要把它对应成不一样的形式。比如说这个是对应在这边，这个呢对应在这边，这个呢对应在这一边，这个对应在这一边，这个对应在这边，那我们就有一个啊类似这样子的函数。 OK， 那假设为了对应呢，你可以这样子画，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对应点。假设我这样画起来呢，就类似怎么样，类似好像我们一般来表示一个山的高度一样，很底部这个呢是在平面上面，我不晓得要怎么放才不会被我的气体喷到，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呢，听见？这样子听得到吗？这样子有声音吗？没有声音。这样子呢，这边呢，这样子 OK OK， 好，这样子很好。这就好像呢，这条线是在平面上面的一条线，这个相当于它的高度，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表达出这个高度随着平面的变化的状况，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那我们这样子的表示，上面这 FZ 呢就代表一个函数。那么上次呢有非常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 analytic， 记得吗？什么叫 analyticAnalytic 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本上 if FZ is analytic in a region S， 假设它在 S 里面啊是 analytic， 那就是代表一件事情， FZ 啊
has derivatives in all points. At all points in S. S 里面每个地方我都可以微分，那么这个就叫做 analytic。好了，现在有个问题是，什么叫做可以微分？它的导函数的定义是什么？导函数的定义是这样，假设我们有个 FZ 的函数，然后我对 Z 微分，我对 Z 微分，记住我这一个 plan 代表我对 Z 代表了一些，那 Z 微分对着哪一点微分呢？对着 Z0 这一点来微分，它相当于怎么样？我们呢 Z0 然后位移一点，再减掉原来没有位移之前原来的位置，再除以你位移的这一段，我们把 limit 对着它 Z 呢趋近一点。假设你假设 if delta z 啊，你把它定义成 z 减掉 z 0 ，OK， z 减掉 z 0，那么这个时候呢，上面呢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limit z 趋近于 z 0 f z 减掉 f z 0除以 z 减掉 z 0，这一看你发觉，跟我们以前教的那个几乎一模一样，但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要求的一个微分是，它从各个方向微过去，都这个 limit 在我们复数里面的 limit 呢，它指的是各个方向 approach 到这一点，它的微分值都要一样。OK。你从这样都可以，所以我们呢上一次举了两个例子，对不对？我们上次呢有非常快速的来计算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假设 fz 啊等于 z 的平方，请问一下 f prime z 会等于多少？是我们上一次做的。那么我们上次做完之后发觉一件事情，它会等于什么？二 z， 对不对？好玩的是下面的这个，我们上次假设 fz 就是等于 z 的 complex conjugate， 请问一下它的微分会等于什么？结果我们的解呢没有像上面这个这么简单，我们必须找，我们再把它算一下，也顺便帮大家复习到底我们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我们说 FZ 啊等于 Z 的 complex conjugate， 就等于 X 减掉 IY， 这个是 Z。 然后我们要微分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执行微分的这个政策啊。比如说呢 F prime 它的微分呢是不是要等于 FZ 再加上 Delta Z 减掉 FZ 除以 Delta Z， 然后 Limit Delta Z 呢趋近于零，对不对？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我们怎么做。 F 已经知道，那么现在再来的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好，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计算一下什么叫做 Delta Z。 Delta Z 的就是每一个地方呢 delta y OK。 那要是要这样子做的时候，那我们紧接着呢就要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上面是这两个相减嘛，我们先看看第一个会，这两个相减除以它会变成怎么样， fz 加 delta z 减掉 fz 除以 delta z， 它会等于什么呢？z 加 delta z， 但是 z 的 complex conjugate， 所以是不是相当于 z 加上 delta z 的 complex conjugate 减掉 fz， z 就是 z complex conjugate 除以 delta z， 对不对？它基本上是这样子。
那上面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 z 加上 delta z， z 本来 x 加上 i y， 我们在这边做个计算，当计算值 x 再加上 i y， delta z 呢 delta x 加上 i delta y， 是不是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就实数配实数，虚数配虚数啊，那我们就得到 x 再加上 delta x 再加上 i y 再加上 delta y， 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没有问题。那 z bar 呢， z complex conjugate 就等于 x 减掉 i y， 所以这两个要相减，这个减掉它，所以相当于这个减掉它，对不对？哦，这个只是先这样子，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减掉它，所以它的 complex conjugate 是不是这边要变成负的？所以 xx 消掉， yy 消掉，只剩下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它会等于 delta x 减掉 i delta y 除以下面 delta z 是什么？ delta x 加上 i delta y， OK， 它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要 limit 拉趋近一点，现在怎么 limit 让它趋近一点呢？limit 让它趋近一点，我们就要画一个很简单的图来看看。假设原本的 z 在这边，然后你把它移到一个点 z 加上 delta z， 那么也就是说这两点呢在位置上面呢，这边叫做 delta x，对不对？这一点这个是 delta y， 我要让 delta z 趋近于零，是不是相当于我让这一点往它 approach？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要 limit 趋近于零的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告诉我说，我这样子趋近呢，事实上啊，也相当于我们两条不同方式的趋近。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条，我们可以这样子，然后再这样子，这第一条，或者是我们先这个样子，再这个样子。这是第二条，不管你用哪一个，得到结果一定要一样，这个叫做微分。假如说这两条路径所得到结果不一样，那个就不叫做微分了。所以我们从路径一试试看，也就是说我们要先要把 f prime z 呢等于 limit delta z 趋近于零的这是 delta x 减掉 i delta y 除以 delta x 再加上 i delta y。 好，我们第一步先让它沿着这个前进，这个前进是不是让我们 delta 这个高度 delta y 的高度从 delta y 的值变到零，对不对？所以我们先弄第一步呢，就是让 delta y 呢趋近于零，delta y 趋近于零，我们就晓得这个趋近于零啊，剩下 delta 除以 delta， 那你告诉我 delta x 除以 delta x 等于多少？一嘛，对不对？等于一之后，还跟下面这个步骤，因为你移到这边，还要从这边移到这里啊，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一跟 delta x 没有关系，所以呢 ，no effect。所以我们这个答案是确认的。好，现在我们从第二条路径来做。第二条路径呢，我们要先走这一条，那是不是先让 delta x 趋近于零？本来呢，它跟它的差距 delta x 现在一直拉到这边趋近于零，所以让 delta x 趋近于零就变成这样子。那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f prime z 呢会等于负的 i delta y 除以i delta y， 答案等于负一。最后你在执行那个步骤，
让德尔塔 y 趋近于零，就你发觉啊，它没有效应。所以这个时候微分子等于多少？等于负一。你发觉这个微分的路径有关系，那就代表它是错误的，或者是你这样子写，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呢 ，does not exist。它没有算得出来的数字。好，那到这个地方，倒并不是每一个呢都是怎么样可以微的。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讲我们的积分。先讲线性积分 ，line integral。OK， indefinite integral OK， 什么是 indefinite integral 呢？他说有个 function， a function equals a given analytic function。In a region， 怎么叫做有效的积分呢？当然，前面那个字不是小，而是说一个积分我们怎么来定义它呢？它基本上这个积分的微分，你把它执行微分之后，它会得到一个函数啊。这个函数怎么样？本身呢，在这个 region 里面呢是可解析的。他是要求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的 line integral 表示式呢，我们就这样写 ：fz 对 z 积分，它的路径呢是 c。OK， 所以说呢，我们对着这个 fz 执行一个线的积分，这个 c 呢？可以是一个完整的路径，或者只有一部分的路径都可以。好像一个圆呢，你从某个地方开始进这边，或者是回圈回来。OK， 好，等等的这些呢，我们全部啊都可以来看一看。OK，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来定义一件事情。假如说，我想这个定义我们待会儿再讲好了。我们先讲下面一个，因为我们两个分开的比较清楚，不然有些时候会搞不太清楚它到底在干嘛。现在呢 ，fz 是什么？假设根据我们刚刚的做法是说 ，OK， 这是 x， 然后这个可能是 y，OK，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有一条路径 c。c 呢是在，记住哦，它是复数的路径，所以一定在 xy 平面上面，对不对？因为 x 呢是复数的实数 ，y 呢是复数的虚数部分，它一定是这样。然后它上面每一个点呢有相对的一条函数 f of z， 也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相对的。假如说是这样子，那我们就非常容易来理解啊。假设呢，我们从一个地方积到这边，我们从一个叫 z 0积到 z 0，从这一点一直积到了这个，这个要不要给它一个 number？ 我看一下，叫做 z 1好了，随便。然后我要干嘛呢？我们这个积分，假设从以前的概念，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根本就只是在算面积而已，对不对？你只是沿着这条路径，那上面有一个高度 ，OK， 有个高度，那你只是把它面积算起来而已。那我们以前怎么算面积？简单吗？我这条曲线太复杂了，我把它切开成很多等份，很多很多很多等份。假设每一等份的高度大概都
有自己的等分的高度跟隔壁等分的高度不一样，那我只要把它切得够细，我把每一条等分的面积加起来就等于这整个面积，对不对？所以我要做的一个方式是非常简单的，就是说我要是能够将这个东西呢，每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叫做 F 的，比如说这个是某个点，这叫编号好了， OK， 抱歉，这个叫 Z0， 这叫 Z1， 这叫 Z2， 一直过去，一直到 Zm， 一直过去，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到了这边呢叫做 Z 不知道 Z 无穷大好了， OK， 那我们让它 OK 等于 Z 的无穷大，那我要做了，这是 N 好了，那我要做的岂不是我把每一个地方的宽度，记住我每一个宽度选不一样 Delta Z 大家都一样，假设不一样你就要编号了，我们假设一样，假设你硬要选择说这个宽度啊 Delta ZM N 也不一样也可以，宽度要乘上高度，高度是什么 F 在哪一点，在这一点或这一点都无所谓，我们把它定义成这一点是不是 ZN ZN 的这一点摆进来，然后我把它通通加起来 N 从零到无穷大，这样子面积会不会等于上面的积分呢？只有一种状况下可以，就是当 Delta Z 趋近一点，所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你把它分成同样的大小，那每个地方有不同的高度，那把面积加起来 limit 趋近一点，这样子就等于它的面积，所以呢这个只是个基本的微分的概念，在我们的微积分里面是这样看待它，在复变里面也是，所以你要是问人家问你说什么叫积分，积分就是去算个别小面积把它加起来，又看到一个 sum， 前面呢将你每个小面积的宽度呢设定为零，逼近到零，那么这个就变成积分。 OK， 各位我们要把这个记起来，好来，那么这个积分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定义。好，所以我在这边写一下啊，我把它整理一下 line integral， OK， 基本上就是 fz dz c， 它会等于什么 limit z 趋近于零 summation n 等于零到无穷大的 fzn delta z， OK， 它就可以写成这样。假设有一个呢它也是随着 z，但假设 C 是密闭的线，而且它也确实是密闭的积分，它整条 follow 它，你在前面画一个圈圈就可以了。OK， 这个是什么 ？A closed path integral。OK， 密闭路径的积分。OK， 这个我们把它记起来一下。好。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发觉这个概念跟以前完全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它有些基本的特性啊，我们快速的把它列一下。第一个，线性。假设你有函数，两个函数 fz， 有个函数叫 gz， 两个相加。假设前面乘上分别大小不一样的整数之后，你对它做积分，沿着某一条路径，那么它会相当于你把常数提出来，对第一个函数积分，再加上 K2 提出来，对第二个函数积分。 OK， 完全跟以前一模一样，所以呢非常容易掌控。第二个 sense reverse reversal， OK， 它的意思是这样，假设你对一个 fz 啊积分从 z0 积到 z， OK， 从 z0 积到 z， 它会等于怎么样，这个叫做大 z 好，
它会等，你要是反向积分，从大 Z 积到 Z 零，那么这个时候加个负号，完全跟我们以前一样，哎。好，再来呢，第三 partition of pair。假设你现在的积分呢，沿着 C 积分，但是假设 C 呢可以有两个线段把它加起来，好像呢我从这个地方积到这边，我可以说它先积到这里，然后再从这里积到这里，等于说这一整块断带的面积呢，我可以用两个线段的断带加起来，这简直是废话嘛，这当然是，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写 FZ DZ， 先算第一个路径再加上第二个路径的积分， OK。 好，那我们现在呢要来算一个东西了，假设我们真正来执行一个积分，我们现在来算这个，沿着一条曲线 C。好，请问一下它等于多少，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先了解 FZ 是什么， FZ 是什么东西， FZ 是等于 U 的 XY 再加上 I 的 V 的 XY， 这个叫做 Z FZ， 那 Z 等于什么东西， X 再加上 I Y 嘛，对不对，这个没有问题啊。 Delta Z M 呢，这当然 delta z 就是 delta x m 嘛，再加上 y 的 delta y。 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来积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现在呢要把它写成这个积分的时候，根据我们那边的，它不是要 limit delta z， 假设 m z 要等于零，对不对，每一个 z delta z 通通都要等于零，后面是 summation 什么东西， n 等于零到无穷大的 f的什么东西，要放进去某一个 FZ 就是 U 再加上 IV， 这是实际上摆进来咯，哦，实际上摆进来，后面呢就要它 delta Z 嘛，那是不是 delta XM 再加上 I delta YM， 是不是应该这个样子，对不对。好，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 x 跟 y 的函数，所以当你这样一带进来，它们里面每一个都要跟着变，那这样一来我们就把它乘开来了，第一个是不是 u delta x， 第二个这两个相乘变成负的啊，负V delta Y， 对不对，还有这两个交叉的再加上 I V delta XM 再加上 U delta Y， 所以我们把它摆进来，它就会变成 limit delta Z 趋近于零，第一个U delta XM， 那既然是 delta XM， 那这边就变成 delta X 趋近一点，减掉第二个它 delta Y， 它就变成 limit delta Y 趋近一点，对不对，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写下来，再加上 I 呢这边会是什么，limit delta x 趋近于 summation n 等于零到无穷大的 v delta xn 再加上 summation 哦 limit 先弄成 limit， 后面是 delta y 就变成 delta y 趋近于零 summation n 等于零到无穷大的 u delta yn， 对不对，我们可以写成这样，
那么这样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积分呢可以写成什么 ？U dx。OK， U dx 沿着 c， 再减掉 v dy 沿着 c， 再加上 i 乘上什么东西 ？v dx， 再加上 u dy。我们发觉，我们应当这样子写。这是一个计算方式，最完整的计算方式，它没有任何的变化，直接就把它算完就是了，对不对？这样看起来还不错。要不然呢，你在这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我们真的是不晓得应当怎么样下去计算它。好，但是我们还要来看看，真的那个很好积吗？并不是很好积分哦。所以呢，现在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地方来看，先告诉大家定理，我们来证明这个定理，然后我们再看下去。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定理，Theorem Indefinite Integration Of Analytic Function。 假设你是对一个可解析函数的积分，记住它一定要可解析哦。 OK，第一个 let fz be analytic in a simply connected domain d。 假设它在 d 里面啊，它是可以解析的，什么样的 d？这个 D 它是个 domain， 我们说过 domain 不包含边界，对不对？这 domain D 里面有很多个点，每一个点都能够透过其他点跨过无穷多个或者是有限个的直线连接起来的这个 domain， 它在这里面可解析。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一个怎么样，它会有一个积分，什么样的积分？是 in 这个积分呢，在这 in D 里面呢一定可以积分的。 OK， 而且呢那个积分啊，假设这个积分的数值，我看看积分完之后的数值，FZ is analytic function， 这个也要 analytic function， 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它，也就是说 fz 对 z 的微分要刚好等于 fz。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反向而行的时候，假设是从 z0 到 z1， 记住 z0 到 z1 一定要在这个可解析的空间里头，它就会等于 fz1 减掉 fz0， 它可以等于这个样。 OK， 那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以前所熟悉的在保守立场里面的积分，对不对？你这个积分呢，从 z0 积到 z1， 不管你当中的路径是怎么样，不管路径，我积完的结果只管开始跟结束这两点而已。好，我们来看看一下。 OK， 打个比方 x， 假设个 z 平方 fz 呢等于 z 平方，你从0积到1再加上 i， 你告诉我 z 平方在哪边是发散的，有没有？ z 等于0，那它就是 0， z 等于5，那就5平方， z 等于 5i， 那就变成负的25，对不对？
不，没有问题啊，它四数都是可解析的。OK， 四数都是可解析的，所以呢，我们只要找到一个呢，直接微分完让它变成它就可以了。我们知道，这看就不必看，它会等于三分之一 z 的三次方，然后把上下的数值带进去。OK， 上面的数值是下面的数值是零，上面的数值是一加上 i。那我们的答案很快就算出来，它会等于三分之一 ，e 加上 i 的三次方，算一下会等于负的三分之二，再加上三分之二的 i， 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呢可以找到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呢它是个可解析的函数，同时它微完分之后会变成里面的这个。而且这个在这个空间里面也是可解析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算。好，我们来看另外一题，这一题呢我写在这个地方，因为待会我要保留那边。z 分之一的 dz， 好，我们来积分它。现在从负 i 积到这正 i， 看到 z。因为我们现在积分啊是从负 i 积到正 i， 那我们就要问你一件事情 ：z 在哪个空间里面？是 fz 啊 ，fz 就是 z 分之一啊，它一定要可解析。可解析就是说它本身呢可以微分，本身自己也有意义。那我们一看就知道，闭着眼睛一看就知道，你告诉我 z 在零的这一点有意义吗？零分之一就发散了，所以它一定不可以包含这一点。所以假设你有个积分从负 i 积到正 i， 你可不可以直直的这样通上去？不行。所以说假设你现在积分是这样子，负 i 到正 i， 假设我采取的是沿着中间这条线走，从这边开始出发，快到它之前呢一定要避开来，这样子才可以，对不对？那这个路径可以，那我可不可以找旁边的路径？可以啊。我可不可以找这一边的路径？可以啊。我能不能找左边的路径？我们看一看，因为我们要求这个东西积完分了，这 fz 也要是可解析的函数，也就是说 fz 的微分直接就变成里面的这个东西。你告诉我什么东西微分会变成 z 分之一？但自然对数 log 的 z 嘛，对不对？所以呢它一定会变成什么 log 的 z。 但是 log z 你告诉我它在什么地方发散？零的这一点发散，在负的地方是发散，对不对？所以它绝对不可以等于负。所以呢我们有意义的方向，这个积分有意义呢只是在右半边，但是呢不包含，包含大部分的轴，不包含零的这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进去，负 i 正 i， 所以呢它很快的就变成了什么 long i 减掉 long 的负 i， 会变成二分派减掉负的二分之 i 派等 i 派。 OK， 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好，但是有的积分不是这么 straightforward， 它还蛮复杂的。 OK， 待会儿呢我应该会找好几题的积分啊。好，那我们来看，现在呢另外一个是这样子讲的，我先在这边算，待会我要运用到这边的概念，定理二 integration by the use of the path， 我们利用进啊的特性来积分。 Let's see a be a piecewise continuum。 smooth path
它是一个片段平滑的曲线。我们只要看到片段 piecewise， 就告诉我们说它一定在连接点的地方啊有不连续的地方出现，就像一条曲线一样，这样子呢是完全连续。我可以到这边之后呢，突然间跳到这边来，然后继续前进，又跳回来。这个只要每一个线段的中间都是连续的，然后这个线段彼此当中呢，这一点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在这边；这一点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在这边。这种连接的都叫做 piecewise continuous。假设是这样子，那我们能不能呢、啊、做一个技巧？我们将 z 啊，我们将这个路径用一个 equation 来描述它。OK， smooth path represented by z 等于 zt。假设我能够用一个跟 t 有关系的函数来描述这条路径。而且呢 T 啊一定是怎么样在 A 跟 B 当中，因为我们从 A 跟 B 当中到中，那么在 let FZ be a continuous function on C， 它一定要连续哦，记住哦，中间不准断掉哦， C 上面它一定都要连续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FZ DZ 呢可以怎么样沿着这条曲线，我们可以写成什么 F， 把其中的 Z 呢用 Z 等于 T 带进去，用你找到的这个函数来带进去，再乘上这个函数的对时间的微分，记住这个圈圈代表是对 T 的微分而不是对 Z 的微分，因为我们前面写过对 Z 的微分呢是用一杠，对 T 的微分是用圈圈的，然后呢我把它积分从 A， 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请记住好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来证明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Proof， 我们很快速的来 Proof。Z 是什么？ Z 的基本定义是 X 再加上 IY。 OK， 假如说我 Z 用一个 T 来表示它，那我可以写成 dot， 那 X 也会变成 T 的函数啦， Y 呢也会变成 T 的函数，所以这些没有问题，对不对？ OK， 因为 Z 呢会等 Z T 的函数，所以 x 呢也等于 t 的函数， y 呢也等于 t 的函数，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写了。 OK， 再来一个 fz 本来是 u 再加上 iv 的函数，对不对？ u 是什么？ u 本来是 x 跟 y 的函数， v 呢也是 x 跟 y 的函数，那现在是不是告诉我一件 U 可以写成什么？ X 是 T 的函数， Y 是 T 的函数，加上我 I V， X 是 T 的函数， Y 呢是 T 的函数，是不是我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呢从这边继续来，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对这个积分呢，你看看哈，我们 F 里面有 ZT 带进去，外面有 Z dot T， 对 T 的积分从 A 到 B， 这个是它的结果嘛？我们刚刚回推能不能得得到它？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 A 到 B？ 那这个是 U 加上 IV， 这个我不写的，因为 U 也是跟 XY 有关系的函数，但 XY 跟 T 有关系的函数，所以我先这样子写，乘上z dot， z dot 是不是等于 x dot 加上 i y dot 乘上 dz， d 什么 dt， 因为这边是 dt， 对不对？好，那我们继续来了，
那这样子一来呢，请各位记住什么叫 x dot， x dot 等于 dx dt， y dot 等于 dy dt。 你外面有个 dt， 就相当于你将这个对时间微对 t 微分的 transform 回去对 x 跟对 y 微分，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变成 u 加上 iv dx 再加上 i dy，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呢，这边呢，你又圈，你既然是对 dx 跟 dy 微分，你这个 u 就转换回来，只跟 x 跟 y 有关系了，对着路径，那么这个时候它马上就等于 fz dz。 OK， 我们就得这个，这样子就可以了。 OK， 这样子就可以。简而言之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边不是有一条路径积分吗？假如说你有办法，比如说我要从这一点积到这一点，假设你有办法把它描述成一个好像我在开车，我的位置呢，我路径就在这边，但是呢我用时间来表达我跑到了哪一点，那我就开始开，零秒在这边，零点一秒开到这边，零点二秒开到这边，零点三秒开到这边，一路的开过来，所以相当于的，我将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啊，这对不对？这条路径 C 呢，一定是用一个函数来表达这条路径。那我将这条用 T 来表示 ，OK， 用 T 来表示，那么。是不是就代表着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看看，z t 就等于 x t 再加上 i y t， 对不对？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比如说好了，比如说什么东西呢？我将上面擦掉 ，OK， 那我要用上面的空间来。比如说假设你有个 ZT 啊，可以写成为 T 再加上 3I 3T， T 呢是0到2中间，哦，告诉我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T 等于0，它等于0，我们画一下，等于一呢 ？x 等于一 ，y 等于三 ，t 等于二呢 ？x 等于六，嘛 y 等于六。它描述的是这条路线，它代表的是 y 等于三 x 这条线，对不对？它就是这条线上面的一条线。相当于这边的一条线。好，再看一个 example， 等于四倍的 cosine t 加 i sin t， 我们再画画看吧。 x y t 等于零，t 等于零 ，sin 等于零 ，cos 等于一，变成四 ，t 等于零在这里。t 要是等于二派，那二分之派，是不是 cos 等于零 ，sin 等于一，是等于四 i， 四 i 在这儿。t 等于二分之三派 ，cos 等于负一 ，sin 等于零，是等于负四。t 等于，对吧？这是派了。t 等于派的时候是怎样 ？t 等于二分之三派呢？它会等于这样，负的四 i。画起来，你发觉一件事情，它是个什么路径？圆的路径。对不对？半径是四的圆的路径。所以假设我们可以这样子写的话，我们要是有办法这样描述的话，积分呢？
就可以这样子做。积分就可以这样做。OK， 哇，我现在将这两种积分呐、啊，将这些积分通通写在这边，好不好？我们整理一下。OK， 那 z 呢，我们就可以写成 xiy。dz 呢 ，delta z 呢 ，dz 呢 ，dx， 再加上 i dy。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的积分。FZ DZ 沿着一条线的积分，根据这个地方它可以等于 FZ 呢可以写成 U 再加上 IV， 它可以写成、U 对 X 积分减掉 V 对 Y 的积分再加上 I U对 y 的积分再加上 v 对 x 的积分，这是一般的通则，对不对？再来一个定理一，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假设积完分之后的 fz 呢 is analytic analytic function， 而且 fz 对 z 的微分就等于小的 fz， 而且小的 fz 在这里头是 analytic function，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 fz 啊 dz 啊，抱歉，再重新弄一下，假设是从 z0 到 z1， 它就等于大 fz1减掉大 F ZZ independent of pair， 对不对？这个是我们那边写的。根据定理二，他告诉我们，这你可以把 Z 啊 C represent as Z 等于 ZT。OK， T 来表示它，那么这个时候的积分呢就可以写成怎么样， T 当 FZ 里面的 Z 呢用 ZT 来取代，然后把 ZT 呢做个对时间的微分之后对它积分，从哪边，从你开始点 A 到结束点 B， 我们有这三种积分的技巧。下面这个就相当于下面这个要怎么做，下面的这个定理二，它告诉我们你要分成几个步骤。Step one， find ZT that represent C， C 用 ZT 来代替。Step two。计算 calculate ZT 的微分。第三个计算 F， 将 Z 呢用 ZT 来取代。第四直接啊积分这个两个先相乘之后再积分，那么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OK， 我们来算一下，有一些我要留下来，有一些我下面这个弄掉，好嘞，我们
们来记一份记忆题好不好？我们来算这一题，请你算 z 分之一的 c 呢？ c 是一个逆时钟绕圈圈的圆圈，半径呢是一。OK， 也就是说，我们呢在 z 空间呢，我们有个路径。OK， 它的半径是一负一 i 负 i 的这个路径，这个叫做路径 c。请问一下，我们要怎么做？所以我们运用呢第二个定理，那我们要先将 c 啊用 zt 来表示，是圆圈圈，我们怎么表示？这边有圆圈圈，这个是个半径为四的圆圈圈，我们那个要半径为一的圆圈圈，那是不是我就很容易表示啊？那么我们就说 zt 就等于什么？那边根据那边是 cosine t， 再加上 i sine t， 对不对？这第一个是很简单嘛。Step two， 计算 z dot t， 对时对 t 微分 cosine 微分变负 sine，sine 微分变 cosine。这第二个式子，第三个式子，将 z 分之一啊，用 z t 代 z 分之一，也变成 z t 了。它等于什么东西 ？cosine t 再加上 i sine t 分之一，对不对？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假如说我们更进一步看看，这个东西太麻烦了，我们用 Euler equation。这个会变成什么？一个一个来，从头来。这个用 Euler equation， 它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it， 是不是 ？Exponential it， 这个会变成什么？就是它的微分嘛 ，i exponential it， 对不对？就是不是相当于这个乘上 i， 这个乘上 i 变 i cosine t 在这边呢，这个乘上 i 变成负 sin t， 对不对？这个呢是不是等于它的导数？第四个步骤，我们把这个用 t 来取代的这个放在中间 f zt， 后面乘上 zt 的微分，对时间微分，从哪边微到哪边，时间就看你怎么跑了，对不对？时间看你怎么跑，但这边的时间呢，这边的 t 呢是用角度来代替的，用角度了，所以我们要从哪边绕哪边，从零度绕到二派，绕一圈嘛，反正它本来就绕一圈，所以这样一来呢，我们这边会变成什么？等于 i exponential it乘上 z dot， 哦不不不不，这个才对 ，exponential 负 it， 这个在这边 ，z dot 后面这个 ，i exponential it， 对不对 ？dt， 那这两个是不是互相消掉，互乘就变成一了嘛 ？i 常数提出来 ，dt 是不是二派 i？解决了二派，但你可以发觉一件事情很好玩。我们先前不是有讲过吗？我们这个东西呢，假设这一条路径啊本身是怎么样？是个 continuous 的路径。那我可不可以把路径分成两个？一个从这里走到这里，一个从这里走到这里 ，right？这里走到这里，这里走到这里，各走一半。各位你看看哦，这个从负 i 走到
正 i， 因为这个半径是一嘛，负 i 轴号正 i， 像说这一边，这一边我也可以这样子走啊。它的值是多少？一个派 i。这个等于它走过来，又等它走下来，刚好这两个相加，刚好它是对称，刚好它是它的两倍，因为是两倍派 i， 这边只有一个派 i。对不对啊？对应的还真好。 OK， 这样子的积分呢就非常有效率，非常有效率，就可以把它算完。好，我们再来看看，我这边应该还有好几个例子。好，我们来看一体立体。请问一下，假设我们来积一个，C 是什么？它是一个路径，中心点 Z 零，半径等于 rho。好，我们来做这个积分。假设我们用左边这几个，这三个式子最左边，我们发觉我们用下面那个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来表达这个圆圈圈了，对不对？圆圈圈呢，基本上就是个半径乘上 cos i cos t， 再加上 i sin t， 这个是半径，这个是一个绕圆心点的，我只要把它位移上去就好了。这个是一个圆在这边，我只要位移上去就好了，管它任何个点加上这一点就是上去，对不对？所以我就可以利用啊，这边是 step one， represent c as a function zt。那 z 呢 ？zt 呢？很简单啊，可以写成为 z 0加上 rho 乘上 cos t， 再加上 i sin t， 对不对？那根据我们前面的经验，用 cos 加上 i sin t 太麻烦了，把它变成 exponential， 这是第一个事。Step two， 对它做微分 ，z 0微分就不见了嘛。因为圆心点所在的位置又不会随时间改变， rho 是半径，不随时间的改变， t 在这边，所以会变成 i rho exponential i t。 第二个是 step 三，将这个函数抄一次，它是 z 减掉 z 0的 n 次方。我现在呢里面用 zt 来取代， zt 是谁？是它，所以 z 的本身是不是它？ z 减掉 z 加上 rho exponential it 减掉 z 的 n 次方， z 0杀掉了，是不是等于 rho 的 m 次方 exponential i m t，对不对？然后最后 step 四，我们要积分，积分什么东西 ？f 把 z 用 zt 取代，乘上 zt 呢对 t 微分，之后对 t 积分，从那边积到哪边？从那边积到哪边？但是零积到多少？二派，因为它绕一圈。好，我们把它丢进来。fzt 在这 rho 的 m 次方 exponential imt 乘上 z dot t 乘上 i rho exponential it dt， 所以呢 i 是常数提出来， rho 是半径不会动，管它常数提出来， rho 的 m 加上一次方，所以里面只变成什么？
exponential i m 加上一次方的 t dt， 从零记到二派，这好不好记？好不好记？非常好记啊！这个时候的积分看起来需要一点练习，等越后面的积分就越简单，到最后面积分根本就没有再算了，因为看到积分答案就跑出来了。OK， 但是这个原理一直推过来啊，需要花一点心思。记住哦，它的结果越来越简单，但是原理越来越复杂，所以很多人都被原理吓到，把结果都给忘掉了。OK， 那事实上很多研究所考试，他一定会考流数定理啊，你看哪个学校不考？看到积分，答案就出来了。要不要算？要讲几句话 ，OK， 讲漂亮一点，那答案就写出来了。OK， 所以呢，大家看到这个先不要太担心。好，那这个呢，我们直接记过来，它是不是变成 I rho m 加上 e 不动？那这个地方呢 ，I m 加上 e 变数变换分之一之后 ，exponential 积分 ，exponential I m 加上 e 的 t。t 从哪边？零到二派，对不对？零到二派，所以呢 ，i 跟 i 消掉 ，rho m 加上一次方除以 m 加上一次方。好，进去看看，它会得到什么东西？得到 exponential i 二派 t 嘛 ，m 加上一。它是二派嘛，二派乘上 m 加上一，减掉一，因为呢，零代就是一了，对不对？减掉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前面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这个会变成 cosine m 加上一乘上二派，加上 i sine m 加上一乘上二派。减掉一，对不对？那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这个时候 m 是偶数还是奇数很重要。哎，有没有重要？好像差不多嘛，哈。它通通都等于什么？管它，这个通通都等于正一嘛，这个通通等于零嘛。是不是？哇，一减一怎么变零？我看看，我弄错了，因为这个带太快了，带太快了。各位，你看看，假如说我先把它写成 sin cos， 二派带进来当然是等于这两，对，零带进来呢，减掉什么？这是什么？一啊，也。是不是？那我哪边算错了？啊，其实没有错了，一减一，哇，没有错哎，通通等于零哎，对不对？那这样就算出来了，是吗？那 depends on m 的 m 有一个 m 是很 special 的 ，m 要是等于负一。m 要是等于负一 ，m 要是等于负一，从一开始 m 就等于负一。m 要是等于负一的话，就这边就等于一了嘛，是不是？所以相当于我们这边所有的计算要告诉我们 ，m 绝对不可以等于负一。那 m 要是等于负一，会发生什么事情？m 要是等于负一，是不是没了？零了，就变成一啊。那它是不是等于 i 的？不的，零次方也是一啊。OK， 所以我们会有这两个答案。OK。好，我们再来算一题。记住哦，我们都 follow 这个最简单的步骤。OK， 现在我们的积分，
等于零在哪边？在这儿。z 等于一加 i 一二 i， 在这儿。所以呢，它是这样子过去的。OK， 这个呢叫做 c stop。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前面这个 real 的部分是说，因为 z 它是个复变嘛，我只取它的实数部分，就只有 x， 没有 y。OK， 就只有 x 没有 y。那请问一下，这个时候怎么办？其实你看一看一件事情，这个是 x，x 任何地方都是可以解析，它并没有任何地方不可解析。所以这个时候它的积分呢，不管你朝哪边走的积分，只等于前面跟后面有关系而已。所以我这样子直接积到这边，可以积。我也可以怎么样？先走这边，再走这边呢、啊？这样子也可以啊，管你怎么走，通通都接受。好，我们来看，哇 ，solution， OK， step one。我们要想办法怎么样 represent c stop as zt。 好， zt 应该等于什么？这是一条直线呢，我就用直线方程不就好了， right， 直线方程。所以它应该是什么？ t再加上 it， t 等于零，它是等于零， t 等于一的是用，哦，这个乘上二， i 二 t， 不， t 等于一的时候，对，后面等于二，对不对？它就可以这样子写了。 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式子。 step two，z dot t 会等于什么？啊，一啊，再加上 i 二。第二个 ，step 三，请将 fz 就是 real 的 z， 就是 x 啊。OK， 把它变成为 fz 呢，用 zt 来代替，所以就变成 real 的。ZT， 对不对？ real 的 ZT 是谁？一啊，它永远等于一啊。step 四，这个时候的积分呢，就可以写成为这个 F， ZT。乘上 z 对时间的对 t 的积分，然后对 t 积分，从 t 呢，根据这个是从零到一，对不对？这个会变成什么？前面这个等于一，一就是一，只要乘上这个就好了，一再加上 i 二 dt。里面都是常数啊，这个还用算吗？就变成为一再加上 i 乘上二的 t 用零到一，当然只有一才存在啊，就等于一再加上 i 乘上二，这个就是我们的积分数字。好，我们呢现在看看，假如说现在我来求同样的，但他遵守了路径是这样，我们怎么办？简单啊，我们这两条路径呢分开来，用个 z 来表示。 step 1 c 1我们要用什么来表示？从这边跑到这边 t 嘛，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在 y 上面跑，它是在 x 轴上面跑。C2 呢用什么跑？ C2 用什么跑？只是在 Y 上面跑嘛， X 是固定的，对不对？
x 固定在哪边？一，往上跑。也可以啊 right? 所以这样一来之后呢 step 2对 C1 而言的话是不是 Z dot T 就等于 E C2 而言 Z dot T 就等于 I 对不对Step 3对 C1 这个路径而言 F 的 ZT 会变成什么 Real 的 ZT 等于什么东西 ZT 在这在这边 Real 它是 Real 啊就是对 C2 而言它会等于什么real 就等于 e 对不对 step 4这个路径的积分会等于以下两个积分第一个第二个积分对不对所以算到没有问题哦剩下就要把它摆平了它是不是等于第一个 C1 了嘛对不对它我们是不是可以写成为沿着 C1 F ZT 乘上 Z.T 的 DT 再加上 C2 F ZT Z.T DT 第一个会等于什么 F ZT在这儿 FZT 等于 T Z dot T 一 DT T 从哪边到哪边零到一再加上第二个 FZT 第二个的 FZT 等于一我对对对等于一 Z dot T 等于 I DT DT 从哪边从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但是我们怎么来看呢它从这一点到这一点是不是代表 T 呢是从0到达1这一点到达这一点呢是不是 T 呢也是从0到达2对不对因为上面这是1 2嘛所以你一定要变2啊 OK 所以这个二分之一 t 平方再加上 i 乘上 t 零到二二分之一乘上一的平方就等于二分之一再加上 i 乘上二这个我们的就哎呦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吗两个不一样哎啊赫然发现它竟然不一样嗯哼这个是吧来我们看看这个是 real part 的嘛 real part 就相当于你是取这个的 real 哦等于 t 了 yes 不错不错是不是 t 所以这个等一下那我怎么看不懂了这个会变成什么 T 嘛这样子才对对不对所以会变成二分之一 T 平方所以第一个二分之一二跟二消掉 T 平方就是 T 就是一二吧一啦那为什么那边是二对
对啊，这边是二，没有错嘛哈。t 等于一的时候是一加上二 t， 一加上二 t， 所以这个积分变一加上 i 二，没错啊。一加上 i 二乘上这个 dot， 不这个。这个是取它的实数部分，就是有 t， 没错啊。二分之一加 i， 那为什么那边二分之一加二 i？ 我哪边算错了？有错还是没有错？这个的描述是 t 等于零的时候 x 等于一。t 等于二的时候，等于一加上二 i， 没错啊。所以这个积分变微分变一，这个微分变 i， 这个带进去 ，real part 的 c 1等于 t，real part 等于一，没错啊。然后那边有第一个 t 带进去，乘上 dot， 没错，一带进去。乘上这个道，没错。五、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怎么回事？假设根据这个来看的话 ，fz 本身是个可解析的函数，在目前的空间里面都是可解析，对不对？没有道理跟路径要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到底哪边算错了？